这里是四川省成都市乐府街，高楼耸立，车水马龙，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景点。谁能想到1000年前的古人对四川政治、军事、地理有这样的评价：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历史上以难治易乱著称。100年前，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也是从这里开始。正是发生在四川，这次运动成了清王朝的催命符。清朝末年，清政府为打通千年蜀道，促进四川经济发展，决定建设川汉铁路。该铁路西起成都，东至汉口，全长3000多公里，一旦修通，天堑变通途。铁路本身的利润丰厚，固不待言，由此带来的商业利益更加诱人。当时清廷准备对这条铁路进行官办官修，但始终难以筹措到资金。1903年7月，西凉在留学生们的建议下，向朝廷提出了改官办为官设公司，召集华谷，自保权力的官商合办，提出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这一建议对清廷而言等于既省钱又修路。很快在第2年1月份，在清廷批准下，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乐府街成立，明确排斥了外资。政府创新了筹措铁路资金的渠道，资金主要来源田亩家赋，在田租的基础上将铁路建设费用作附加税摊派到每一亩田地，税率为3%。四川是个农业省份，这种做法无疑让几乎每个四川人都和这条铁路利益有关。当时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谈论的话题都是股票。一旦铁路修建起来，这对广大百姓来说有望兑换成银子。1905年，湖广总督、新政改革的旗手张之洞用675万美元从美国人手中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但是铁路公司形同衙门，冗员充斥，办事效率低下，各级官员又将经费当作小金库任意挪用，仅西凉一人就挪用了300万两。而铁路修建却动作迟缓，川汉线居然因为先从东修或先从西修扯皮几年，连最基本的勘线都没做。而早在1900年就动工的粤汉线，一开始即为官商督办，全长1095.6公里的铁路，只动工了不到100公里的长沙株洲线，进展十分缓慢。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将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路权收归国有，并把路权抵押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财团，用于举借600万英镑的外债。这一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路权的消息传到四川，在革命党人的宣传下，川民极为愤慨。很多川民感觉自己多年美梦被彻底粉碎。四川人民为保障自己利益，打出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的旗帜。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响亮地喊出拒借洋款、废约保路的口号。四川各族人民、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保路斗争的行列，市民罢市、学生罢课，一场如火如荼的保卫路权运动在四川各地蔓延开来。然而，这一场开端仅仅是维权的保路运动，如何进一步发展成为了暴力革命的呢？保路运动的发端是出于利己的维权诉求，
从现代的维权理念来看，利己的维权实际将达至利众的权益，但一方面是当时反清意识在汉民族中很容易被激发，同时革命党人大力的反清宣传也使得保路运动最终走向了暴力革命。在后来的独立革命势力中，不仅有同志军、革命军、新军、普通民众、哥老会、校议会，少数民族武装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哥老会是当时蜀中的信号是由同盟会发出，在赵尔丰开始对激进分子大肆逮捕后，这次运动背后的主要力量同盟会立即明确要求各地同志肃起自保自救。成都附近各州县得到消息后，民众揭竿而起，保路同志军纷纷武装起义，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西浦等地与清军发生激战，全川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破竹，武装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接着各省相继以不同方式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起义的风潮中，荣县首先宣布独立，11月22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了蜀军政府。此时成都盛传北京发生兵变，清廷逃亡奉天，有着几百年统治根基的大清王朝随后风雨飘摇。四川保路运动胜利宣告结束，清朝长期在四川的统治也随即画上了句号，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经典的运动式革命案例，是武昌起义的前奏，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导火线，是清王朝的一道最麻辣的